没想到李建伟把浩康的大脑换给了李瑶。老金这么就解释通了，怪不得浩康一直都特别针对李瑶。我全明白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知道我爸会是这个样子。思佳，李瑶，李瑶，思佳，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爸会是这个样子。我本来以为程峰是个例外，遇到他是我命不好，但是现在我发现所有的人类都是这样，就连我们伟大的爸爸，他也理所当然地觉得人类的命比心机人的命更值钱。那他为什么要制造出我们呢？为什么要让我们有意识有思想？为什么？思佳，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一点都不知道。那是什么？李昂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怎么解释你的存在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，叶坤哥。小马。